大海的水呀、啊，现在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趁他还没回来，咱们赶紧下去找海鲜去。走，你瞅瞅，这么多的派大星啊！别让大海听见了。带我去啊，全部做成标本，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。我去，发现一个犯神经病的扇贝啊！你看他，这是咋的了？是不是喝的有点多了？就看这边的水草在动弹。八爪鱼来，头大爪子多，社会我八哥。这个白色的小罗罗还不错，虽然小啊，但是精致。喜欢它的小伙伴打个六六六。不仔细看呀，还真发现不了它。一只小花盖蟹，收它。这是个什么情况？哦，这只巨臂蟹趴在这个关公蟹的身上。你看这关公蟹身上有四个小爪子，发现了一只大海葵啊，这个可是个好东西啊。哼，别挖断了，要不然它就缩水了。哎呦我去，大海里的肾宝片，这是块化石吗？感觉像什么的头骨，有没有小伙伴知道它的？